它是国产奔跑速度最快的狗，外观骨瘦如柴。您千万不要以为是狗主人虐待它，因为它是速度型猎犬，为了快速度奔跑捕捉猎物、击杀猎物，千百年的繁育下来，诞生一款体型非常消瘦、奔跑速度极快的顶级猎犬。别看它外观瘦弱，但是性格非常凶猛，看家护院的效果也是非常好，对待陌生人非常凶狠。在古时候，它是贵族才能喂养的宫廷御犬，体重五六十斤，爆发力极强，奔跑速度极快，是享誉世界的捕兔能手。早年间价格非常昂贵，但是随着国外速度型猎犬大批量的进来，山东细犬地位一落千丈，曾经的一代名犬很多直接进了饭店，成为人们盘中之餐。山东细犬个子比较高大，肩高60到75之间，对主人非常忠诚，对陌生人怀有强烈敌意，轻易不让人靠近。